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三分半钟魔人报道。咁今次为大家带嚟嘅咧就系呢一个萨尔龙嘅活动啊。咁呢个萨尔龙嘅活动究竟系点呢？嗱，我首先讲咗啦，开心星期五一定系讲啲开心嘅嘢噶啦。5月11号至到5月17号啊，萨尔龙嘅活动就将会推出啊。咁一共咧就有三个嘅任务嘅，咁就分别系意识到萨尔波动的龙一，跟住2、3，亦都系同时开放啊。咁大家谨记个时间啦，只需要系5月11号，咁去到5月17号，咁应该都系以暂时嚟睇咧，都系以两个礼拜为基准嘅。咁另外咧，下个礼拜就正式推出我哋嘅鹰啊，联鹰春罗曼嘅三个活动。咁呢一套鹰嘅装咧，其实系包含住呢个 Alpha 嘅套装嘅。咁而我哋套萨尔龙咧，就比之前套阿龙套装咧，亦都系相差少少噶。咁我哋之前嗰套萨尔龙嘅套装咧，只不过系唔系人用嘅，系啦，唔系人用嘅，摆落嚟嘅啫。咁好似系 R1 嘅。咁依家呢一套 Alpha 咧，系可以用得到嘅。R7 好似系 R7 或者系以上嘅。我印象中就系 R7。咁啊，亦都希望佢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唔错嘅技能啦，又或者系防御啦。咁我哋睇咗开心星期五今次咧就系5月11号至到5月17号，咁就会见到萨尔波动嘅阿龙嘅任务嘅。咁另外就系5月4号，即系下个礼拜去到5月11号，就会有我哋街霸里面嘅合作角色阿英啊。咁亦都系 Alpha 嘅套装啦，唔会话太过鸡肋噶啦，用得到噶啦。两个礼拜之后就完啦。咁今个礼拜亦都推出咗 Devil May Cry 嘅活动啊。Devil May Cry 嘅活动系两个星期嘅，咁完结嘅时间咧系5月10号，大家谨记啦，5月10号。跟住咧就仲有就系蓝辉龙啊。咁蓝辉龙大家注意翻啊，5月3号会完噶啦。如果大家是需要打武器又或者是要拆装备的材料的话呢，那就谨记今个礼拜内打完它了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那你就要等一排的了，可能它才会复刻的了。咁零星嘅活动呢就包括有争夺地盘决定战啦，咁呢一个亦都系喺5月11号推出嘅。零星嘅活动仲有双幻影啊，推出咗都唔少次㗎啦，5月11号。咁仲有就係爆取龙啊，翻到了。呢、这个亦都系5月11号嘅。咁到咗最后啦，就系冥灯笼啊，叫做冥河的海伦啊，任大家打啦。咁但系呢个活动亦都系两个礼拜之后先推出啦。好啦，咁我哋重申一次啦，今次嘅开心星期五重点咧就系萨尔龙啊吓，咁就系意识到萨尔波动的阿龙。咁其实佢套套装咧个样都唔会变成萨尔龙嘅，不过佢个名就改得非常之靓。最后就系上级挑战任务01啦。咁亦都系5月11号啦，咁大家睇到啦，呢一啲挑战任咧就长时间接受大家去打嘅，咁所以就唔使话太过在意啊。以上咧其实都讲齐晒啦，咁今个礼拜嘅开心星期五重点就系萨尔龙，下个礼拜就有鹰打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条片咧，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翻我个 channel。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，拜拜。